啊，三二一，街舞营业中，开始营业了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开始营业了，开始营业了。三二一，街舞营业中，开始营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五加五的冯正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五加五的牧童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北京五加五的三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五加五的鸭子。首先第一个就叫 battl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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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know？battle 是 battle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对抗。那么有 battle 就要有人做裁判。很明显，我们就是裁判。不好意思，哎，爱国，哎呀，爱国。好了，左边出战的是五加五的鸭子，右边出战的是五加五的牧童。我们由牧童先出招。好了，演示一下啊。哇，哎呦，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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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我 battle 呢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三二一，好，对，这就是一对一 battle， 每个人出战一轮，然后裁判决定谁赢谁输，这就叫说不能接电话啊，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。那么第二个名词呢，就叫做 cipher。cipher 的意思呢，就是大家一起来跳舞，大家享受这个音乐一起跳舞。来，我们演示一下什么叫做 cipher。我们轮流这么跳， yep， 一直跳，一直跳， It's a cipher, you know? 一直跳，这就叫 cipher。cipher， 对。那么第三个呢？哦，第三个可厉害了啊！第三个叫不服 ，call out。Yep， 来，很多情况会出现在这边，裁判判完三二一，哦。演示演示要有终止的好不好？这个就是因为他不服我们的判决而 call out 我们裁判。可以 call 裁判呀，当然可以 call， 谁都可以 call， 只要在场。那么你服不服吗？这就是今天的街舞小课堂。Peace。首页搜索这就是街舞获取节目观看指南。